各位老伯，今继续健康食百二，就要来关心稳健赛车长时间一定要维持同一个姿势。导人者两个月开始腰脊骨，也佮有即个肩胛头、阿妈棍筋拢会酸痛。来到游乐园坐360度坐椅壳的游乐设备，阿妈棍当场啪一声，无在掉额头。一个护医生看才查讲，原来是阿妈棍的骨头破破，去跌到神经，该在经过神经减压的手术，已经好了呀。顺着铁道高速按下脚冲过来坐一人，正面的角度，予人看到是心跳加速。啊，无就是参照这款360度转势风火轮，不少人爱去游乐园佚佗，特别是大胆的人，拢喜欢耍刺激的游乐设施。但是爱说你追求速度感进前，就爱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。处理。台中一名28岁张先生，平常时爱工课就是开车。两个月前，阿妈棍酸痛，后来背惯打药膏，休困一礼拜了后，甲朋友去游乐园佚佗，来耍360度坐转的游乐设施，熊熊阿妈棍啪一声，当场就无法度歪头，双手阁出现麻甲疼症状。经过一个加速减速，就是瞬间一下子就是很快的速度，就是上上下下，椎间盘明显的突出。医师研判，患者可能是因为长期开车姿势不良，造成椎间盘较脆弱，加上游乐设施的高冲击力，才来造成阿妈棍第五站到第六站的椎间盘突出，跌到神经。长时间的久坐或久站，太大的施力给椎间盘。譬如说搬重啊，椎间盘就会提早的破坏。医师表示，椎间盘突出拢是长期姿势不良来造成。高冲击的游乐设施，佮有开车、骑车、熊熊打档啊，拢会产生高压，让阿妈棍来受伤。好佳哉，张先生后来经过神经减压的手术，将这个椎间盘来切掉，佮来加装活动式的人工椎间盘了后，总算让阿妈棍会当自由来转势，唔免佮受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